全都不许动！有小学生假扮成妖怪想逃出去，连好武器加强防范。不好，有诈！把佛珠盘成八字的妖怪都抓住，这些都是喜欢盘串的小学生。不知盘串老手差点就暴露了，防不胜防啊！应该抓齐了，多休息会儿吧。终于结束了。上课，起立。老师好。糟了！居然用学生一听到起立就会说老师好的下意识行为来炸人，这妖魔太阴险了！还愣着干嘛？都去厨房干活。厨房离后门最近，有机会逃出去了。都排在我后面，跟紧点！一二三，木头人。所有下意识停顿的全部抓住，都是人类。这蜘蛛精居然还会利用木头人游戏来吓我们。差点就暴露身份了。大王还有一会儿才来，给你们体验一下人类很爱的抽卡游戏。死定了！抽卡出金，人类一定会极其兴奋。抓走！还好我最近在玩《龙族卡塞尔之门》，爆率高，抽 SSR 轻轻松松，根本不惊讶。时间快来不及了，得赶紧出去通知白子救人。大王出关了，快去迎接！就是现在，快溜！小的们看镜头，一二三，不好！茄子，糟了！抓住你了，人类！马上就出去了，我们叫白泽来救人。我们都是小怪兽，总有一天会被正义的奥特曼杀死。果然还有漏网之鱼！别哭，会被抓住的。等我们逃出去了，就可以玩龙族卡塞尔之门的衣服线，鬼离衣或许不会死。